这桌菜是你们做的吗？粗茶淡饭的，就请殿下公主将就委屈点，随便用用吧。我现在虽然贵为公主，但是负责照管殿下的膳食，依然是我的责任。不过，在进食之前，我先得用银针试试食物。 试完了之后呢，我还得叫人尝尝。刚才外头有个衙役挺碍眼，说的就是你。进来，小的在，喝吧。 小的下去了！阿宝，阿宝，阿宝，来人呐！来人！站住！做贼心虚的，是想逃吗？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菜里头下药！ 没有啊，没有，在场几十只眼睛都看见了，活生生的不是拖走了一个倒霉鬼吗？冤枉啊，没有啊，下药啊！来，再立刻把他们三个给我押入大牢。是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下毒，没有下毒，冤枉！那不是我们呐，我们没有，冤枉！放开！来，属下在马上去找杭铁生。 把消息放给他们。是。爹，爹，给我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 你活该，自作自受！你还好意思怨别人呢？你别只顾着自己泄愤，把他们打威了，那多没有意思。好戏是要留给杭铁生看的。你为什么要对铁生这么感激杀绝？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他从头到尾只是尽自己的本分，做自己该做的事。而你作为一个太子，没有世人之面的眼光已经令人心寒。更可怕的是，你的心中充满了仇恨，脑子里全是报复的念头。你给我住口！这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
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也有份。那天晚上，你从天而降，为我解围，为我哀悼。当时我简直是惊喜若狂。如果你肯随我回宫，接受我的话，我愿把我的一切都捧到你的面前。可是结果呢？原来，你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你去挡那刀的时候，我为你痛，你却在为别的男人痛。我堂堂一个太子，只要我点点头，招招手，天下的女人没有不投怀送抱的。而你呢？你竟然用别的男人来羞辱我。你和杭铁生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，就是羞辱我。你们两个都要为这个而付出代价。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不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说穿了多没有意思。等到最后，你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？我不会属于你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想要得到我，除非我死了。过头的饭可以吃，过头的话可千万不要说。我过头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我死了，我的魂魄也只会追随铁生，属于铁生。林香，滚！林香，林香，不要我惹你！林香，坏水的叛徒，你搞不清楚，凝香是属于我的，你竟敢把账算在他的头上？我不是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没有。你的用处到此为止，我们俩倒是有笔账要算。大家听着，唐铁生一干人等竟敢辜负皇恩，违抗圣命，下毒陷害不成，竟而动武劫囚，还杀伤了公主。什么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大逆不道，目无王法到这种地步。即便本府亲眼目睹，也难以置信一个小小县官竟敢如此胆大妄为。你不要以为皇上赐你尚方宝剑，你就可以目中无人，为所欲为了。你那个肚子疼的糊涂官，赶紧回家吃药去。太子说什么你都信啊？啊，你比那颜知府啊强不了多少，将来你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江母说的没错，大人有所不知，这整件事情就是下官和太子之间的恩怨，是非对错只有到皇上面前去裁夺，劝大人最好别淌这个浑水。放肆放肆，你知法犯法还能口出狂言？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就足够治你一个逆乱犯上的罪名。来人呐，在，给我把这一干人等通通拿下。是。快！这样纠缠不是办法，你先挡一阵，擒贼先擒王。知道。知府大人在我手上，大家
家通通住手，别再过来了。对对对，住手住手，刀剑无眼呐、啊！快快让出一条路来，等我们出去以后，自然会将大人释回。听见没有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快让开！你吓唬谁呀、啊？有本事，你动他一根汗毛试试。不不不，别，手下留情啊！殿下，你别再刺激他了，这是我的脖子。冷静下来，太子就是要把我逼上梁山，现在既然达到目的了，娘他们应该暂时不会有危险了。眼前只有赌一赌了，我就是拼着一死我也要见到皇上，争个道理回来。你们好好保重了。